不过没，不是你做的就行。哎呀，汤小鲍你自己做，妈你教我啊。那我去做锅盔了啊。哎呀，你就不会做点别的吗？你可以做四味豆腐啊。哎妈，你说啥？没事，你聊吧，要不出去吃吧。吃啥？出去吃，想得美。他买的锅盔，我看你吃的很香啊，竟然看不起我的厨艺。外面能给你放这么多牛肉吗？那我非给你做个一样的味儿出来。吃货的直觉告诉我，锅盔的牛肉馅里不光有小葱，还有榨菜。我尝试了981遍，这个配料的味道最像。馅好了，开始搞面。酵母得先用水和火开，搅成面絮后揉光，需要点体力，幸亏我拧得开瓶盖，这会儿当然不在话下。揉好放温暖处发酵，才半个小时就醒发好了。先抹点油来防粘，分成大概100克一个的剂子，甜馅捏口，再擀成薄饼，看着还挺像的哈。入烤箱等个1刻钟。好了，怎么这么厚？试试再擀薄点。问题出在哪儿？看了眼窗外，我想明白了，原来明间是蘸水防粘的，并且不用擀面杖，是用手慢慢拍的，移到烤盘上再拍薄，越薄越脆，撒上芝麻，入烤箱。期待啊 ！Yes， 这才对了嘛！我还做了这小子爱吃的白汤口味，这极高的还原度，这小子肯定会以为是买的。今天有锅盔，咱俩先吃。坚持，你把锅盔了。